南诏密户，产于9米以上的被迫。这个石斛的主要功效是调节肾脏，增强免疫功能，提高记忆力，清人民膜，抗衰老等功能。 咱们这是，桥南镇的这个云小麦那个白荠的白叶生种植基地，大致面积就是个300多亩。白荠是兰科白荠属的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花紫色或淡红色，底下有粗厚的根状茎，主要有止血、保护胃黏膜、抗菌、抗真菌的作用。